这一次我们来讲一讲一些小技巧啊。选一个鼓组，那么在一个音轨上面点右键。如果想让这个底鼓，就是每一拍都响一下，那么不用我们一拍一拍去点啊，有时候还点错，鼠标不灵的话还点错，那么选择这个就很快速了，那么这个也很简单。哦，那么军鼓不能这样做，军鼓要在第二排、第四排比较好一点啊。这样就比较快，然后再讲讲录音。那么这里有一个脚步，那么就是步录。你弹一下键盘，它就会录一个音；不弹就不录。然后选择这个就是用电脑键盘来当做那个 MIDI 键盘。而如果有 MIDI 键盘，就可以不需要这个。我们现在用电脑键盘来控制一下，把这个点亮，把这个点亮，或者是把它变成钢琴卷帘看着。我们来点一点，这样就是弹一下就会录一下。那么这里我们选择的是压线，它的意思就是，不管你怎么移动或者是录音，它都是。压线就是好像是量化了一样，不会长不会短。那么如果选择这个的话，就是这样的了。然后如果我们要拉长，可以随便拉，这样子不是压线的，而且可以随便移动位置，那么这样就是比较自由的。选择这个的话，就只有压线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步录，先把它删掉。删掉是点虚线，全部拉红。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在键盘上面，这样更加方便。然后点电脑键盘上面的 DEL，就可以删除。那么还有一种录音的方法，那么就是你选一个乐器的音色，就选这个贝斯吧。那么点这个录音，点下去之后，然后按播放键。刚才没弹，再来一次。啊，这就是刚才录下来的音。哦，刚才手晃不及啊，没怎么录好。那么这就是实时录音，而且是用电脑键盘来代替 MIDI 键盘录音。